我看老师辣妹来了哦。有吗？哦，真是辣妹。你来不爱啦？我看你把帮你洗头。洗头，洗头一定要趁钱啊！阿叔也无钱，哎，你个，阿叔你等下给我钱啊！这叫啥？吉普。吉普来。吉普来。哦，袂歹啦，吼。好，来。你知道现在新美姐的造型是什么造型吗？蓝心美。哪一个艺人最常掉手机？罗时丰。因为他 lost phone。lost my phone。phone 就是手机。所以他很。lost iPhone。lost phone。lost phone。Okay. Yeah. Yeah. Bye. 猫猫造型师。他说：“哎，秀清，我朋友生日，你可以唱几句《车站》给他听吗？”我说：“对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我烧身你才要叫我唱歌。”我还是来哦。有唱啊。我曾用念的，跪下一定高下的，我没事情就这样。幕后跪下一定高下的，我们下集见。